你们不是在找我吗？宝宝呢？喂，是，这里是王公馆。哦，你看到孩子了？谢谢你，不用了，我们已经找到孩子跟他母亲了，真的很感谢。不过他们已经回来了。 谢谢你啊！顾小春，到处贴寻人启事，自赠重赏。多少钱啊？你把钱给我，我倒想知道我顾小春到底值多少钱。一文不值。我们要的是王和尚，有本事你走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，永远离开我们王家，那我就烧香谢神了。好。 你叫我走的呀，我让你去烧香献神呢。你不准走！你要留在这儿等于是加班回来。凭什么要我等他们两个回来？趁我不在，两个把工作辞了，天天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对不起我，我就让他们永远都找不到孩子。你不准走！你不准走！把宝宝还给我！把宝宝还给我！走吧。 再也看不到孩子，再也听不见孩子的声音。这个孩子将会跟我一起彻底的消失。 你怎么这么坏？你的心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至于你，太多，你受的折磨会比他少，因为你也活不了几年了。不过我可以保证，你到死都再也见不到你孙子一眼。 小春，你大早跑到哪里去了？小孩子哭了好久嘞。 他好像发烧了，我们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啊？不要脸！你在骂谁不要脸？沈于晨，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又在我不在的时候去勾引家凡。你去找过他？我去看家凡。
结果在乐器行等了一个早上，我都没有看到人影。我意外才知道，原来他辞职了。原来你一大早跑去看王家板，然后我又去花店。哼，花店也歇业，就这么巧，一个歇业，一个辞职，太巧太明目张胆了吧！这一生婚没有结成，蜜月倒没有少度，居然跟我老公去玩乐去逍遥。你去看他干什么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明明偷偷抱着孩子逃离王家，不想让他们找到，现在自己送上门。我躲在远远的看。你躲得多远都是一样的，最后你还不是自己走进去了？我要看到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他过得怎么样，干你屁事啊！他过得好，你会替他高兴；他过得不好，你会回去安慰他。他不准过得好，我不准他们过得好。没有了孩子，他们凭什么过得好？他们凭什么同时辞去工作，一起去玩呢？守着电话，等我打电话给他们。他们应该要六神无主，慌忙焦虑地等着孩子。他们应该要想尽办法来找我，来求我。他们应该要很痛苦，很后悔他们当初骗了我。他们彼此指责，他们应该越来越恨对方，或者他们应该在我面前哭着。认错，求我回去。小春，阿德，阿德，你说，如果家凡他也在我面前哭着求我，我该不该答应？小春，你有点问题，你这样子。嘘，安静，不要吵。我在听家凡在求我，我在听他怎么求我。你不要这样子，家凡。家凡，你不要哭，我会原谅，我会原谅你。可是你不要哭嘛，你哭得我好心疼，我好心疼，你不要哭了，家凡。家凡，家凡，我跟你说，我会原谅你。我真的我会原谅你，可是我真的我不能够原谅他，小凡真的太可恶了，你能活了他还去纠缠你，小凡，我真的不能原谅你，随便他要疯要死，我们都随便他好不好，小凡。小春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看孩子，我可以把孩子给你看。小春啊，可是我只给你看，你不可以把孩子给他，你不可以哦。小春，爸爸，小春，爸爸，小春，你要乖乖，要叫爸爸。小春啊，妈妈给你打扮的漂亮，来。小春，你在干什么？孩子生病了，小春。小凡，你不会真的疯了吧？王家凡从头到尾就没有来过哎。都是你的幻想，他怎么可能求你回去？对，
能的。他跟沈云生在一起，那么的快乐，他不可能来求我回去的。他刚刚的眼泪也是假的。都是假的，假的。小春，都是假的。小春，他是一个人回来的吗？带宝宝回来，佳芬，他说你们俩都把工作辞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妈，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情，佳芬他也无心工作，更没有办法对老板交代，所以才把工作辞掉的。哦。他一定去过乐器行，又去过花店，找不到你们两个，所以说狠话，说什么要永远消失，让我们永远看不到宝宝。妈，我们不能再软弱了，不能再让他主导，我要主动把这件事情掀出来。主动掀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找媒体啊，报纸、电视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，我们要让社会大众站出来帮我们。逼顾小春出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可是如果这样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？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啊，让舆论来制裁他。如果舆论制裁的是我们呢？代理孕母是不合法的呀。就是法律不周全才把我们逼到这个困境啊，不是吗？妈，云生，我们不能再害怕，不能再逃避了。顾小春今天会掐着我们的脖子走到这个地步，就是因为看准了我们害怕，我们违法。我不想再忍耐他了，我也不想再委曲求全了，因为再委屈也求不了全，只会让他更嚣张而已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如果公开的话，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家平，他的事业不都完了吗？好吧，姐姐，你考虑看看。姐。好，我愿意，就这么办吧。姐，谢谢。姐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干嘛说这些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姐，只是对你的工作。就是吊销执照而已啊，大不了回去吃你姐夫的。自己养自己这么多年，现在休息休息，换他来养我也不为过。谢谢姐。云生，不要紧的。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比小孩子事情更重要了。再说，为了让妈心安，让她身体好起来，这么做我愿意。姐，跟你比起来，我真的很惭愧。我这个做儿子的，真的很差劲。谁说你差劲了？能够站出来面对这个社会，需要勇气的。这样也好，把代理孕母的事情摆台面上来讲，也是对的。你们这件事情也不是头一桩了，多少不孕夫妇早在私底下进行。出了问题，谁也不敢声张，因为不合法嘛。也许你们这一站出来，能够促使代理孕母早日合法化。姐，谢谢你。云生，晚你答应我，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以后，
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都不可以离开家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就是希望有个好的结果，不是吗？姐，我答应你，我爱家凡。找到小春以后，不管他离不离婚，我爱家凡的心永远不会变。我会一辈子守在他身边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不离不弃，我永远属于他。